位同学，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位同学想看的人已经出现了。这个班啊，非常的有历史的过程啊。当成立社区大学开始的时候，因为社区大学是我们县长的政见之一啊，他就找我到办公室去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重新来，社区大学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很多服务我们澎湖县民的事情。”他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帮助我们澎湖青年考上领队导游的证照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努力出来了啊，县长已经找到了经费。各位可能知道，李老师曾经讲过，这种班啊，在高雄跟台中啊，协会是8000块。那我们县长的争取啊，提供的经费让同学免费的来参加这个班。最终的目的，县长是希望我们能考上证照，以后大陆的同胞来我们台湾的话，由我们澎湖本地来带队啊。